把周遭府啊，来对啊，都拔掉掉，把它变成一个文史馆了，就不会有那种权威啊、什么小的那种感觉。不管人家说，你大一间来电视在创啥？唔知你大一间来电视创啥？对不对？就不要总统府把它腾空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公呢？就大家都像我们这样子啊，住在公寓里面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全部融入在人民里面，这样沟通就好了。不要有一个什么权威象征呢、啊，什么总统府啊、白宫啊，不是白宫都不管，就是总统府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先腾空了，对不对？